武松出现之后，武大郎跟金莲两个人就等候过年，过了年道士不卖炊饼在家享福，一直到了正月底，家里柴米俱无，金莲说要上街挑柴买米。哎呀，武大郎在想，做家不做生活计，吃尽都两斤，弟兄协力三成余，手足同行土遍尽，还是要上街卖炊饼。今年子上街卖炊饼啊，这个生意不得了的好，人家家里吃到大老的炊饼都说比往年好吃，说他里头添了杂料了，可是的并非如此，这叫大老的甘饮走脚。走什么脚？走大脚，走红脚，我看也是走死脚。大老的上街卖炊饼啊，金莲在家出了事了。出什么事？潘金莲看见丈夫走后，要说是说早饭还先做，旁的不得事情做，要有个小孩子嘛，倒也就罢了。哎，金莲在想，不如就做做针子，但是做针子楼底下不好做，因为他这个房子开门见山，如果说要做针线，一定要把个门开下来，亮光才做呢。你假如把门开在这地方做的话，万一回头有个把路过的，这样下来往往，你不要看大老的个子虽矮呀，那叫粗筋儿还就做得很。今年就到楼上来做吧，楼上一间是民间，一间是房间。民间的营口有一片墩窗子，窗子开着，外头有竹帘子睡着。这个帘子起什么作用呢？挡挡灰呀，什么遮遮风啊。要如果没得灰尘，不得风，可以把帘子卷到上头，一边一个翻炉一个上，旁边还有一根插秧，这根插秧有六尺长，上头有七八长的铁插头，将近七尺，可以把它挑到上头去。这个外头有点风，金莲就把这个帘子睡住了，端了张椅子就朝床子面前一放，拿了一张脱下袜子就朝椅子旁边一摆，金莲一屁股就朝椅子上头一坐，就把亮光摆在背后。那些做针线的亮光不能放在前面，放在前头就冒光，放在后头就露火了。金莲就拿针穿线采邪花，潘金莲不但人生的漂亮，一手的好针线。这个针线好成什么样子？也不过三寸有零，一只小鞋帮子，上头签的什么花？签的不知头。虽不得一百个小孩子，怎么大几十个？譬如说什么站住的、蹲住的、趴住的、仰住的、背住的、跑住的、吐住的，拉了就在一起的，等等不一。你如果仔细的看，小孩子眼睛、鼻子、眉毛、嘴各有神态不同。金莲正在楼上唱花，忽然就在紫色街不头来了一位，这位双姓西门，点名是个庆子，祖籍是徽州，只有跟随父母移居到此地。父母是做压草生意，本来在此地就混得不错了，一边压店总在两三万银子的家道。那晓得西门庆这个畜生是污孽不孝，平生有一好，什么好？这个畜生好色之徒，把个父母拿了去世了，
这笔下是到了他手上，哎呀，虽然是好事，做生意的生意精神一等，到了他手上没有二三年，反正有三十万银子的家道，在此地开两三遍压店。但是衙门里头啊，执进执错，花拳绣腿，不得哪一个不怕他。嗯，但是样子生得漂亮的，什么样的身高八尺，雪白的肤芒儿，两道清眉，一双秀眸，正砖头四方口，哈哈两耳，无言无语，头上戴万字方巾，木举锤，样式双飘的挂搭在脑后。就在头颈正中间有一块玉戒，玉戒底下有一粒珍珠，这个两件东西价值连城，堂堂的首富大财主们即便在帽子上都做个帽针，当然是好东西了，身上穿大红缎纱花遮背，内穿古绿夹衫，夹下是粉底乌裙，就在他右手抓了一把不知寸腰，就在他后头跟随了一个书童，这个书童是卖身到他府上的，破碎祖姓双姓西门，点名取了个姓字。西门庆今天是到南门陈家跟回人生可能丢丁，为什么不走大街？大街上嫌烦太吵了，他欢喜走后街。还有个绝症，走路不欢喜走当着，他要喝出墙根跑，又不是狗子，哎，比狗子好不了多少。不过说了什么，为什么要喝出墙根跑呢？因为他有财呢，譬如说跑得好好的，前头有家人家哈拉达扎嘎开门，他就这样下来不走了，他就朝里头望。假如说里头出来的一个妇道再上得稍微体面一点，他就望住人家，两眼睛滴着的就给盯了光江子，人家呼隆通哈拉达把门关上，哎，他喇叭望一下子叫昏油点灯，肥哈眼睛都是快乎的，所以要喝出墙根跑，拉下车走到五府门口，金莲在楼床上差点掉下。今儿这么缺的不是缺啊，因为他喝出墙根走的，正好走到地方，金莲拉下在楼上这块绣鞋花，忽然这个眼睛底下好像一阵黑烟，因为来了一块乌云把太阳光遮盖起来了，金莲就把个针就朝鞋帮子上头一别，把鞋帮子就朝朱红雀针线编子里头一放，人朝起针把绳子朝过一转，两个腿一弯，到就朝椅子上头一跪，接着就把手伸到窗前外头来，就把这个帘子就朝上卷了，卷了一半膀子不够了，就拿飘带把它扣起来，打了个结，飘带的须子在底下荡而荡的，好像有点讨厌。就在窗前里口有一根插杆，这根插杆有六尺长，上头有七八长的铁插头，金莲拿过来就把帘子挑到外头翻炉一钩上，接着又把插杆收回，金莲就这个往上头没有关过底下，就插杆底下这头就在窗前上头一撞，就这一撞插杆失手坠落街发，哎呀，金莲这一刻是分相通红，就朝窗前上头一佛侧耳静听，虽然这条街是后街，就怕有走路的万一掉下去，铁叉头打到人怎么得了，
口称大刀，正好打到西门庆的头。但什么又打到他的头啊？真打到把个血要倒出来呢，那倒也就好了，就插杆踢插头，就在他帽子旁边夸了夸在当啷，插杆最辣解放西门庆，这样好了，不走了。这个畜生在平时无风险出浪，几点里头还擒骨头，躺得起碰到他的帽子了，就把手上这把不知仙子反手就朝前抓，用右手两个指头就准备来抹了。抹什么东西？就抹的帽子正中间这一块玉洁，底下这一粒珍珠，生怕碰损坏了。不点抹就抬头望，不点望嘴里狠起来了，狠住朝上望住。金莲再听，哎呀，不点打到人呐、啊，这下子打得中了。怎么晓得的？打了狠起来了吗？狠过了他的就要骂了。女子家被人家骂出了口，成何体统？哎，最好先来打个招呼。金莲把自己的上身吐出窗外，秋步送下，再把西门庆一望一回。一位怎么讲？哎呀，苏家那个小嫂子，欧嫂漂亮，这位官人背他还要体面十倍。西门庆漂亮，当然了，美男子嘛，就是说到此时也有几句口赞，说好够俏郎君冒端房，他念幼情神情，不秀天神君国美莫有情，闻言语难听不由人，搅乱风流心，笑盈盈藏我无得见，也要动怜心。金莲不行，把自己的上身吐出窗外，叫滴滴的后影滚来，奴家擦干失手追了解放，殴打滚来的头颈，望滚来要黑黑了。西门庆狠得醒醒的在朝上头一望，哎呀，恨不能自己要把自己两个嘴巴子在快活呢。什么事？西门庆啊，不顾碰了个贼，恨什么事啊？贼恨事小得罪了美人了，上头爬伏的是绝美的个美女啊，潘金莲恰实是漂亮，说她红色衣衫藕色裙，她一穿含笑卖风情，低垂两只狗魂眼，应付班中第一名。哎呀，西门庆这个想想啊，我这很思想得罪了美人了，怎么办呢？毕竟最好来打个招呼，带个肚啊，这个肚怎么个带法也亏他玩呢，狠得心情的狠呢，笑起来了。不过也是他有基本功啊，我在看哈跟着他多米呢，一口气来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娘子娘子擦干舌头坠落街坊，殴打小生的头巾，薄方薄方，小生这口粗头就怕不中娘子打，滚来取笑了，当真当真，这个畜生不得恭维了。他锄头，别的东西有锄西，人的露头还有锄西呢吗？娘子，娘子擦干舌头，转入街坊，岂不是要下楼取这根擦干？
真是小生若想代劳，把这根插杆递与娘子，拨之娘子意下如好？后难得罪官难，不妨不妨。西门庆就把手上这把不知弦子就朝后林里头一塞，再朝两边一望，看见两边没有人，他也怕了，那当然了，虽然杀天大事天啊，青天不走，在街行里头调戏娘家妇女啊，也实在不像话了。西门庆在他左手就把右手的大袖儿朝起一路弯腰，就添右手就来取这根插杆，他把铁插头在头自己抓住，把光头在头朝上松。因为蒲文君连是个媒人，一媒就五百媒呀，肯定这双手是十指尖尖血不分嫩，万一把铁插头在头朝上松，大一回头再把媒人手上的皮碰破了，血再倒出来，那个就糟了。所以说呢，把个铁插头抓住，把光头这头朝上松，可勾到差不多了。因为过去的楼啊，不是现在的高楼大厦，全是木结构的，虽说是楼房，并且没多高。西门庆的钩子也不严，再把绑条子再绳着了。再有七尺长的插杆，今年在上头把上绳吐出窗外，再把手绳下来稍微勾住西西门庆在底下，再稍微朝上头抽住西，一勾一抽就勾到了，勾到了嘛，改变就八斤连了八个。西门庆这个畜生不养本啊，他为什么要提拔他？他不会就让他自己下来拿吗？要如果他自己下来拿，不但说看见他的头，看见他的脸，看见他的身子，连他的脚都可以能够看见了，看个全没不好吗？下来取茶杆，全没是看到了，把茶杆拿进了门，接着把门朝起关上，老看不到了。所以他用这根插杆把金莲有了趴伏在窗子口，让他慢慢的上看上看。插杆才要递到手上，金莲才要来拿，西门庆接都啪又把插杆朝回头一扫，才要拿到手啪又朝回头一扫。哎呀，今年心里头不觉嘛，拉说的，哎呀呀，求之不得了。西门庆想看蒲文金莲，蒲文金莲那个不想看西门庆嘛，两个人真正是一拍即合，心心相印。可叫两个人趴在床上对狗站在地下四道阳光，忘了交接在一起到了什么程度，就搞有万人脚脚在一起一样，两下正在情浓之际，西门庆忽然耳不中，再听见后头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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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阵脚步声，啊掉啪一合把茶杆朝上头一松，才把茶杆送上去，金莲接过来，窗朝起关，在楼上胡思乱想。西门庆往往不得人找，没人也进去了，不是刮天的，一定要把他弄到手。不好了，在条街上全是规规矩矩的人家，最好要找个人出来存真阴险。再一下。有了那一个赵王婆才到五府来，把蒲文金莲勾诱过去通奸。